会骂你的。我知道你肯定是爱我的是吗？我现在就向你求婚，趁着那个王婆婆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向你求婚。哇！今年你又出早了，进去，又出早了，进去再洗个淋浴再出来。金莲，你就依了我吧。你先起来再说吧。我不，你不答应我就跪在这里跪死。这咋行啊，快起来。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。你必须答应我。好好好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你答应了吗？对对对对。那不用起来了，我们直接进洞房去吧。你们两个这是干嘛呢？我让你来做衣裳的，是让你来偷汉子的。我没有。他没有偷，没有，是我在偷他。太不要脸了，让我怎么对得起？没有，我在偷他的感情。武大呀，武大没关系，我已经派人。怎么对得起武大？我没有。武大就用这个去对付他吧。